啊，为什么不起作用？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啊，你贪爱，整个极乐世界，人事物都那么样的好，那都一样的，你那个贪爱的心啊，就不会对一个了，是普遍，它都一样。啊，每个人长得面貌都一样，这阿弥陀佛了不起啊！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人面孔有美有丑啊，极乐世界没有，都一样。一样是吧？你就不会贪吃一个了吧？那你要爱是博爱，是平等的爱。亲近的爱，啊，你不会对某一个有差异，这个是阿弥陀佛了不起的智慧呀！啊，他的世界这样成就了，而且像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啊，喜欢阿弥陀佛，人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这心平等了，亲近了。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啊，因为其他的诸佛没有发过这个愿。